我哋翻到嚟啦，咁啊拍咗，唔系啊，我哋买咗呢一堆嘢，好似好大堆咁啊，我哋逐样逐样讲下先。诶，其实唔使逐样逐样嘅。都重点啦，其实我哋买咗好多嘢翻嚟而家食嘅。嗱，我哋逐样嘢食啊，不如好嘛？呢个先啦。好啊。呢一个系年轮蛋糕，中间加咗个 cream 啊。cream 啊，系啊，因为 cream 嚟噶，呢个 cream 嚟，都开嚟食，开开嚟食。我啱啱喺佢度开紧嘅时候咧，我带大家睇下，其实咧我哋今日本来有四个人一齐拍呢条片，仲有一个喺边咧？喺后边。喺后边，我叫极佢都唔起身，咁啊算啦，我哋唔好理佢，冇嘢食就得噶啦。咁我同你一个，佢哋可以食一个咪得咯。试下试下，你食一啖先啦，不如我食晒佢。食一啖系食唔好嗰个 cream 嗰个。跟住我食晒佢。呢、這個幾舒服，我吃咗落去唔會覺得要飲水。我覺得冇酸酸味喎，見到只馬喺個草原度跑。唔係啊，有時咧你食嗰啲 cream 咧個味咧，哇！三爆爆三！而家嚟啊嚟啊，數三聲，我哋一齊嚟咬一啖。我要扮下笑，有一扮，一二三。哇！都唔咩喎，一間食擊唔會第一下嘅，多數係會諗一諗先。其實呢一個先係我哋今次呢條片。是不是這一段啦，這一段仔呢最想介紹給大家的。這一塊東西我見到之後呢，我真的要覺得呢是需要立刻買回來給大家看看。哇，有布甸在中間的豆沙包啊。這個是牛油啊，這一個、是啊，接著這個布甸我們估的，接著這個呢，這個是什麼？不知道啊，這個這個花生醬或者煎餅之類，或者蛋黃醬啊。但可以告訴大家不好吃的，這塊東西跟剛才那塊東西比呢，這塊東西很難吃，因為咧，都係買個開心咁啦。係啊，因為咧個布甸咧嗰個焦糖咧好窿好苦啊，唔好食嘅。誒，我覺得 OK OK， 但我覺得係好食過一般嗰啲豆沙包咯。嚇，我中意咗咁食豆沙包咯。你中意食？我係中意豆沙包嗰啲食法，都係啲同一個類型。係啦，咁其實咧最尾嚿嘢冇乜特別嘅。我哋其實聽聞過咧，即係呢一度咧係好出名，有一間係賣蛋卷嘅。瑞士卷啊！瑞士卷啊，唔係蛋卷，即係唔係中式嗰啲啊，西式嗰只蛋卷啊。OK， 咁啊，佢係好出名嘅，但係咧我哋頭先咧都見到啊，我哋去到嗰度之後咧，佢已經閂咗啦，咁所以就買唔到啊。咁啊，我哋去咗第二間，夾硬買一條蛋卷翻嚟，當自己有蛋卷食。哇！哇！你食條搣扁咗。诶、欸，要自己切嘅、欸，要成个切噶喎、出事啦，冇切好噶喎、好刀喎、咁我哋得一个人食到啫喎，而家差八点就清心冇噶，佢太多只输咗啦，你两个黐线，我嘅唔系输我食嘅咩？唔系啦，啲奖励啊，赢嗰个食，啊咁算啦，冇得食。喂，同埋咧，日本咧真系好多奇怪嘅嘢饮，嗰啲唔知茶啦。呢個伊藤原出嘅茶都未飲過，呢一個我哋見到個包裝盒好靚，係啊，呢一嚿好靚，叫別府別格，係咩？別格係別格，佢一嚿蛋糕嚟嘅，但係唔切出嚟啦，蛋糕啊都係，但係都係冇切開嘅，我哋都係揾刀冇刀，用手劈，好嘢，唔夠飽添，再揾啲嘢食先，出去再買個。雖然夜晚啊，咁我哋都要四周圍出去行嘅。哇，有一間，呢間叫咩啊？呢間叫 Mass Value 啊 ，Mass Value， 誒，超級市場咁嘅感覺嘅嘢咯。做乜嘢啊？你哋好抵喎，幾錢啊？幾錢啊？75 yen喎，好抵喎，喂，買啊喂，嗱係咪先？係我翻去正拍埋個尾句。好啊，買翻成條咬咯，成條咬。好啦。咁啊！如果頭先咧有睇到我哋去超級市場咧，咁啊呢個450 yen超級抵食。我頭先一度懷疑過呢一盒係假嘢嚟嘅，因為佢真係假到咧同 display 係一樣樣。頭先我哋買咗呢兩嚿嘢先係重點。今日有個 battle， 鬥快絕曬呢嚿嘢佢。點啊？鬥快定咩啊？鬥快咩？總之食都得噶啦。哦，總之食咗呢嚿嘢。呢個係咩？新鮮八爪魚，有吸食用嘅就要。有吸管嘅。啊，咁啊呢嚿嘢都好抵嘅啫，536 yen。呢個644。係，我哋不如睇下佢兩個食。觀眾知唔知其實呢啲食唔得㗎？喂，呢啲黑色嗰啲應該唔得係嘛？我唔食呢嚿啊！我相信個觀眾答到你嘅時候，你已經死咗啦！我呢個條耳辮嚟嘅喎，食完之後會同一樣耳辮嘅喎。啊！好核突啊！好好食啊！我想問。感覺唔差喎。OK 喎。
我得你得你个梗我都是決定吃回一些正正常常的壽司先。但你很快吃，但為什麼我變得很噁心啊，整條巴真的是。要不要蛋啊？我不需要了。我對於這麼爽口的東西都沒什麼特別大感興趣。你肯定這塊不是假的？哇，500多元真的很難吃。那塊飯有一陣酸味，都不知道是不是飯來的，我剛才吃那塊好像醬膠那樣的。好，那我們其實今天呢沒什麼特別，這個看看他兩個黐線佬生買整條八爪魚回來，下集買回買條叉燒回來。如果有我覺得不行咯，其實不應該這樣吃的，我現在有點後悔。為什麼？應該整條擠下我擠沒問題，你買回條一齊擠，我真的 OK。 我跟你說一整條擠擠進去，擠滿它，看看它會不會絕絕。OK， 就是這樣。Follow him，按掣啦，訂閱啦，訂閱啦，按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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